现在警察根本不听你的解释，我很担心以后你上了法庭，不知道法官会怎么想。我知道，这种案件我也审过不少，每个法官的看法都会不同。不用这么担心，你又不是故意偷书，应该没事的。但是现在不只是刑事案，如果罪名成立，高官就会有案底，连裁判官都没得做了。这么严重？哎，一本书值多少钱？ 你没人相信一个裁判官会为了100多块偷东西。如果那个法官呢也像你想这么天真呢，那罪犯就开心了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不想心里担心吗？他的法律知识比你多，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可以帮得了他了吗？我想静一静。我送你。我自己回去行吗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又怎么了？ 你记不记得你说过说不会破坏我的家庭幸福？我记得，但是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我们要离婚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们去律师楼不是为了离婚吗？宝宝赢了婴儿比赛，我们去律师楼呢是签免费奶粉合约。大官，我希望你记得自己所说的话。你说过不会破坏我家庭幸福的。 这一封是高官的停职通知书，他手上的案件你交给其他裁判官处理吧。其实高官的工作表现一直以来都很好的，他的品格我最清楚的。这次的事件，纯粹就是……代官，这次这件案子是由我亲自审理的。为了公正公平，我不想听到这种影响我裁决的话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主审这个案子了。 因为高新明是出名审案严谨，所以市民大众对他这次的案件非常关注。律政署还指派了一位高级检控官来跟进这件案子，所以我要更加小心审慎去处理，不可以让市民大众有官官相护的感觉。明不明白？明白。 进来。冯妨碍你，做什么呢？我有案子在身，上头一定会叫我停职候审。我看有时间就收拾一下。我想你找我也是为这件事吧？这封信呢，是上头要你暂时停职的信。对不起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说对不起？那天要不是我误会了你去律师楼签离婚的话，我也不会说出真心话。 害得你精神恍惚，你惹了官非。这是我连累你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。但是我真的可以证明，你那天的确是受了困扰，这样是帮你最好的办法。不如就让我出庭帮你做辩方证人吧。不要。这件事根本就是一个误会，我只是出庭帮你澄清一下，为什么不要？我知道您很想帮我，但是你跟宝仪的绯闻才刚刚平息，我不想你再因为我惹什么麻烦。只要可以帮你脱罪，我是不介意的。 就算你不介意，我也不想把私人的感情摆上法庭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放心吧，这件案子我会出庭自辩，就算没什么证人，我想我会处理的。哎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么离谱！什么事啊？这么生气？这些报纸乱写了，说什么法官知法犯法。 女丁官自食其果，哼，这张更离谱啊。说，替人头者，人亦替其头。新明啊，你打个电话给你爹爹吧，也许他能帮你呢。他知道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会接受他的帮忙吗？我就是知道你倔强，妈咪担心你自辩的时候会顶撞人呢。哎，你爹爹跟那个大律师 Richard Tong 很熟的，如果有他为你答辩会好一点呢。 其实谁答辩都一样。我也是裁判官，知道大疑犯事很难提出具体的证据，所以要看法官怎么判。现在能做的事很少，但是，妈咪，平常心对待吧。我相信法律始终是公正的。话说回来，那个国光也真是的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啊，无声无息，不闻不问，连个电话也不打来，这是太离谱了。 麻烦你接着离开吧。
拜托你想清楚，那天那个女顾客是不是精神恍惚、心不在焉的样子？我已说很多次了，我不太清楚，拜托你不要烦我们好不好？麻烦你想清楚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也工作没时间。喂喂，算了，我怕你再烦他，他真的会报警吗？你问的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人看到事发经过，可以做证人？对不起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每天陪我来这里找证人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有时间。但是我们问了这么多天都没有结果，我看真的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看到整件事的经过。葛先生，是不是有目击证人填了问卷？不是，我上次说商场范围内不可以发传单和问卷，不好意思帮不了你。你不要为难他了，他也是打工啊。那倒是。打给高官啊。是啊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过两天就出庭了，如果你真的关心他，就不要烦他了，给他点时间休息，准备上庭吧。啊，对了，到时候你也要出庭作证啊。嗯，根据警方看到的闭路电视录影带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事情的经过，所以控方需要我出庭。那你一定要帮他，他不能出事的。你抓得我好痛啊。对不起，西敏很重视这份工作，所以他不可以有事。现在只有你是唯一证人，你一定要帮他。你们是好朋友，你一定会帮他的，是不是？放心吧，法律是公正的。我可全靠你了。本人梁欣欣仅以至诚据实声明，即确实本人所作之口供均属事实，即为事实之全部，并无虚言。请问你是不是被告的同事？是，我们在同一间裁判法院工作。那以你的观察，在案发的时候被告精神状况怎么样？没什么特别，跟平时差不多。那就是说被告在意识清醒状态之下拿走了书，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我同意。请问案发的时候你距离我有多远？大约一米多吧。当时有没有任何物件在你面前阻挡你的视线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完全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？是，当时我看见你的左手在书架上面扫，然后就选了一本书出来，翻了几页就拿了那本书，不到半分钟就听到警钟响，然后我望向门口，看到你被书店的职员抓住。那当时我用那本书遮着半边脸，你有没有看见呢？有。我用这种姿势拿书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不一定啊，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同嘛，就好像宣誓一样，一般人会习惯把宣誓纸放在桌子上，而我就选择拿起来放在面前，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被告，你还有没有话要问证人？案发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发觉我精神恍惚？我无意做任何猜测，我只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身为一个司法人员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大意，因为我们要处理的事事关重大，无论什么借口都是责无旁贷。你是一个专业的裁判官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大意出错。喂，国光，刚才那个是什么女人？说的那些话都是想害西敏的。她是西敏的旧同事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那么说。大嫂出来了。高官，你对这件案子乐不乐观？如果不能做裁判官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是啊，说说。叔叔，不好意思，叔叔，高官要休息。高官，请你说说嘛。高官，别走，说说嘛。高官，悠悠，你答应过说会帮西敏的，为什么刚才你的正宫会那么说？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西敏跟你有仇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其实我也曾经想过帮高官说好话，但这样很容易会让警方官怀疑的。况且让人知道做假正宫会对高官不利的。切，你也不用把大嫂说的话全都搬出来。事实上，他是说过这番话嘛。他之前经常这么提点我的。国光，你也应该听过不少了，是不是？虽然是，但是你刚才那么说，我担心对西敏不利。
放心吧，高官是个很有名的裁判官，他一定有自辩的方法。可能他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对自己很有利的辩方证人呢，不用担心了。你没事吧？悠悠刚才说的那些话真的对西敏很不利，我怀疑他别有用心。不会吧？那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其实我也觉得悠悠在针对西敏。我知道你们关心我，不想我有事，但是也不应该这样想悠悠。不是我们要这么想，但事实摆在眼前呢。如果他不是有心的话，为什么他不替你说几句好话呢？你们的意思是他应该做假证工？他曾经做过检控官，他应该知道什么话可以说，什么话对你不利的吗？就因为他曾经是司法人员，他更不应该在法庭上隐瞒任何对我不利的事。干脆这样，让我做你的证人吧。既然现在没什么办法，你就让代官帮你吧。是啊，西敏，你不想失去一切吗？就这么决定？这个是唯一可以帮你的办法。戴志雄先生，请问你案发当日是不是在案发的书店？是。为什么你会在那儿？因为我想进书店买张卡片。你为什么要买卡片？为了表示我对你的诚意，我希望你知道我一直都那么喜欢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。哇，幸好老爸没有来，不然你气死他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也行，可能行吧。苏进，证人有什么补充？法官阁下，我相信是我的行为令被告造成精神困扰的主要原因。那你是不是亲眼看见被告造成困扰而拿走那本书呢？不是。那你凭什么相信你的行为困扰了被告？因为平时被告做事非常专注，精神高度集中，所以我相信这次是因为受到了困扰才会不小心出错的。既然被告是个这么专注的人，就更加不会被外来的因素困扰他。你认为被告不会偷窃，是你个人的主观意愿，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？同意。监控可以开始盘问。戴先生，你是不是被告的上司？是。你是不是推荐过被告升职？是。你们关系怎么样？很好。是不是好到会用任何方法帮他脱罪，甚至于你们要目击整件事也要出来替他作证？反对。反对有效，证人不需要回答。法官阁下，我没话问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尽了力了。案子呢，押后到下个礼拜才审，可能到时候会有转机呢。戴志雄，你站住！你为什么在法庭上？你向我老婆示爱？冷静一点！我也是说出当天的事而已。冷静一点啊，国光，他是想帮我才出庭做工啊。他什么都帮不了，就知道示爱。你说他出庭有什么用啊？我也想不到结果会是这个样子。你想不到？我说你刻意安排才对，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喜欢我老婆吗？够了，你吵够了没有啊？你是不是还嫌我不烦呢？今天谢谢你，你儿子先走了。老婆，我很累，有什么以后再说。你先送妈和宝贝回去。不是 是啊，大哥，让大嫂回家休息吧，我们要走了。走吧。是啊，不妨碍你们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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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。哎，这个国光真是越来越离谱。喂，啊，你来了，哦，那我们回来再说吧。谁来了？你爹地啊。我说了不要通知他，你现在还叫他去我那儿。他认识的人多，也许能帮你呢。走。其实高先生很紧张你，一知道消息就立刻赶回来，还亲自求他的朋友帮你做品格证人呢。那几封信就可以帮西敏吗？其实打官司跟面试一样，印象分很重要。法官看到三位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都愿意为高官做品格证人，这案子就容易多了。我想我不需要这些信。
反正都写了，你就留下吧。我做这些事不是奢望你会原谅我，但是我做爸爸的，我不想看到自己女儿有事。对了，有没有想过找个大律师？要不要我帮你联络 Richard？ 没用的，找任何大律师都是说一样的话，我自辩应该没问题。但是自辩不会十拿九稳的。哎，我上次赢的那场官司呢，就是全靠一份医疗报告。我只是想事情想得太入神了，怎么会有医疗报告呢？不是，你可以尝试证实一下，你有一种遗传的梦游病就可以了。在法庭上是要说事实和证供，不是想点子去骗人。总之我会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，让裁判官去判。我的事不用你们操心。西敏这个人最讲究原则，要他违反道德违反纪律根本不可能。这点我也知道，但是高先生这么吩咐，那我就来说一声喽。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帮西敏呢？哎，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悠悠，你知道我回来了，你特地找我，我好想你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会在这里，我来找国光的。悠悠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我说也没说就去了上海，可是我有原因，我有苦衷的。你喜欢去哪是你自己的自由，我怎么会生气啊？你看，我的是我女朋友很大方得体了，我买了很多礼物给你，我今晚煎牛排给你吃，你想吃澳洲的还是美国的 ？AK， 我们先谈正经事好不好？我正经的回答你，我太久没打官司，想不到办法。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帮高官脱罪。真的？嗯，但是这个办法要你帮忙，你肯不肯？肯。只要能帮老婆，我什么都肯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什么？要葛国光做品格证人？嗯，如果高官传召他出庭，就一定可以帮他。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他，要我去传达呢？不合法吗？法律规定被告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的，如果我找他，岂不是害了他？原来是这样。现在西敏呢，已经有三个品格证人了，加上葛国光呢，一定可以帮得他。嗯，国光是他最亲的人，他的供词一定最有力。为了救西敏，什么都要试一试。我打电话给他。嗯。搞定了，高官答应了让你出庭作证。国光，想清楚，我怕你回不了头啊。还说是十几年的兄弟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不但不支持他，还想动摇他。就是十几年兄弟，我才怕他后悔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救高官呢？悠悠说的对，现在这个是唯一一个能救西敏的办法。只要有机会，我们都要试一试。你肯帮我出庭，谢谢你。只怪我做的太迟了。到时间出庭了，走吧。本席已经看过被告所呈上的品格证明书，为他撰写的几位都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。不过因为本案极受社会关注，本席不可以轻率处理，所以这几封证明书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参考。法官阁下，我想传召一个新的证人，葛国光。他是你分居的丈夫？是。批准。本人葛国光，仅以至诚据实声明，即确实本人所作之口供均属事实，即为事实之全部，并无虚言。请问我们结婚多久了？一年多。那你应该很了解我。你很尊重自己的职业，你也是一个很守法纪的人，所以当我听见你偷书，我知道一定是误会。法官阁下，我没问题了。葛先生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案发经过？我没看到。法官阁下，我问完了。法官大人，虽然我不在案发现场，但是案发的时候我正跟被告在通电话。那你跟他在说什么呢？我还记得当时我很激动地问他，
是不是跟戴志雄在一起？我相信被告当时的心情也很复杂。那当时你很恨被告了？不只是当时，其实从结婚到现在我就没开心过。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娶到一个贤良淑德、相夫教子的好老婆，但是被告不是，她不是一个好老婆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夫妻的感情应该不是那么好。如果我肯迁就她，就没问题。但是她不满足，她很自私，她为了保障自己，就设计了一份协议书要我遵守，令我和我的家人被人耻笑。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。证人，请小心你的供词。法官大人，他就是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的。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官，我是犯人。他的坏事真是说三天都说不完。你真的这么想？你说的跟你想的真的一样？是。你用禁制令不让我见宝宝，我告诉你，基本上你不配做我太太，基本上你不配做宝宝的妈妈。那天我打电话给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再说一次。真的要跟我离婚？被告，被告高希明，你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。对不起。本席已经听取了所有证人的供词，虽然第一证人指出被告在案发时的精神是正常的，也指出专业裁判官不会这么大意，但是裁判官也是人，人是有感情和烦恼的。鉴于被告当时要接受两段感情的问题，以致造成困扰和混乱，加上多位品格证人的证明，本席有理由相信被告这次只是因为精神恍惚引致疏忽，盗窃罪名不成立。希明，没事了。幸好大嫂没事了。老妈，我们今晚还要不要还神呢？当然要了，刚才看见西敏在法庭上的样子，我的心都疼了。国光，你怎么在法庭上说这么过分的话？我为什么？大嫂，西敏，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原来你一直都有这种想法，你是不是真的要跟我离婚？你现在不要问我，你刚才在法庭上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这还会假吗？早就已经看出来他不是真心签那份协议书了，现在什么都看清楚。想不到你这个人是这样的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翻脸无情，我真的看错你了。其实国光，我们到处找你呢。我让你再说一次，你说，你说。刚才我在庭上所说的话你应该听得很清楚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亲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走了。西明，不要为那个混蛋伤心。是啊，我先送你们回去。走吧。
你没把真相说出来，你做得很好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。高官的性格你也很清楚，如果他知道你为了帮他在法庭演戏，他一定会向法庭申请司法复核。万一真的罪名成立的话，你觉得他可以承受吗？我从没见过他这么伤心。我这次一定把他伤得很厉害。你早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了。不过悠悠，我觉得你不应该用这种方法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，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现在高官没事，也可以再做裁判官。国光，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是，做裁判官是他的理想。那也怎么样，高官保住了工作，但是失去了爱他的男人，他会开心吗？你不要再说了 AK。 不是啊，国光，你和你老婆差一点就没事，差一点就和好如初，现在这么一闹啊，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苏雅姬，你这么说就是怪我害了他们的。我说的不对吗？现在国光这么说了，你以为还有了救吗？你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在我身上，说的好像我想拆散他们似的。算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再为了我吵架了，我不想你们好像我跟我老婆那样。国光啊，我是替你不值，你为你老婆牺牲了这么多，现在到头来全世界都说你是混蛋，如果你不听他的话，你会搞成这样吗？好吧，是我枉做小人了，满意了。悠悠，西敏呢？你来干什么？你出了事之后啊，他经常打电话来，那我就叫他自己来看看你了。我亲眼看见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关心。国光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可不是吗？看样子老老实实的，原来是表面的。算了，妈咪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亏我那么帮他，全力支持他开公司，看来我也重新估计他了。国光可能不知道我给宝宝换了苹果酱，我下去帮宝宝买一点。要不要我陪你啊？不用了，你陪爹地吧。嗯，丽婷，你没有来肯叫我爹地了。但是现在女儿有事，我真的很担心呢。哎，我也一样。都等了半个钟头了，你还等什么啊？你不要上去接宝宝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跟老婆说好。你就把真相说出来喽，总比你心神不定好。如果这么容易说，我就不用在这儿等半个钟头了。我教你说吧，你说你想了整晚，发现还是觉得他最好，想改变离婚的主意，这些行啊，有多难呢？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你以为这么说她会信吗？如果她真的信，她要求司法复核，结果不一样。一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看他那个样子无精打采的，肯定是想你在法庭上说的话。是我的错。宝宝怎么这么聪明啊，知道等妈妈来了才努力，你真可爱啊。噔噔噔噔，这间办公室怎么样？你叫我来到底什么事啊？悠悠，我知道扔下你一个人在香港是我不对，可是我跟高先生去发展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苏亮律师事务所，是不是很有创意啊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可大了，等这间律师楼装修好之后，我们两个一起做，做得差不多了，就结婚生孩子，你就做家庭主妇。你给我多生几个都无所谓，赚钱这种粗重活呢让我来做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你把所有事都替我安排好了，这跟我爹地妈咪有什么分别啊？你不觉得很美满，很有打算吗？你究竟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你爹地妈咪给了我多少压力啊？我一定要做点成绩让他们看，
更何况你考律师牌照，你也要找律师楼工作啊，我们两个合作有什么问题呢？我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。你真不明白我需要什么吗？我一个人来香港就是为了独立，我要自己安排自己的路，不是你想我怎样就怎样。我说你根本就是跟我斗气，大家开始拍拖的时候在法庭上你已经是这样了，你再这样的话你让我很迷惘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。如果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不开心就分手了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说行了，我 AK 长这么大没被人甩过，这次也不例外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是我要跟你分手啊。AK，AK， 你没事吧？我好想他，我真的好想他。AK， 什么事？你跟悠悠怎么了？你不要喝了，你醉成这样，你放下。你不要喝了，你别喝，我喝光了。AK， 你和悠悠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找了我这么急，你想我怎么帮你啊？没有，我们分手了。如果有什么误会，就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像我这样，我跟我老婆就是有误会，不说清楚，等问题越滚越大的时候，我。AK，AK， 哎，是你啊，进来。悠悠 ，AK 他喝醉了，我把他送回家了。不如你过去看看他吧，他很想见你。我为什么要去看呢？你们两个本来好好的，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他说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？既然这么痛苦，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啊？他喝你也喝，这样喝很伤身的。我也不想自己一个人喝闷酒，不如你陪我吧。我只能喝一点，一会儿还要开车呢。其实我也尝试过做很多事去维系这段感情，不过到最后还是没用。我也一样，我为了西敏什么都肯做，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。我们的经历这么相似吗？真的可以说是同病相怜。干杯。其实我觉得你比 AK 更加了解我，你真的是个好男人，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。干杯。好男人有什么用啊？我说你才是一个好女人，又温柔又体贴，跟你聊天我觉得很舒服很开心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啊？我很想你。真的？为什么我们会搞成这样？老婆，我真的很想你。那个女人那么对你，你竟然还这么想她？我老婆，醒了。我们昨天晚上喝得太醉了。对不起，我真想不到我们。你不能这么害怕，
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我。世宁。Sorry， 昨天我发你脾气是我不对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刚刚起来还不清醒，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。你不原谅我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知道我以前是大男人，不理你感受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改，我以后会好好珍惜你的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，你先走。不如我们一起吃早餐吧。昨晚你有朋友来过？没有，你不是说想吃早餐吗？走吧。你还没换衣服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好。不过天气不好，我想跟你借把伞。你干什么？伞在厨房呢。衣柜里有把绿色的。怎么样，全都看清楚了？还找什么？看来今天不会下雨了啊。我在楼下等你。只有你相信我还能上班。你做事一向都很有分寸，你能上班就一定没事。始终还是你最明白我。之前呢，我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，我还以为你会躲开我。我不想因为几句话而失去一个好朋友。能够把自己心底话都说出来，而你还当我是好朋友，我已经很满足。其实你不用这么委屈自己，以你的条件可以认识更好的女朋友。有些事是注定的，就像你放不下国光一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法庭说那些话，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其实他也不像那么冷酷无情，你说他会不会是为了想帮你才那么做的？我不知道，如果是的话，案子审完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他还不来找我解释清楚呢？可能他没有机会呢。我不喜欢这样猜来猜去的，我宁愿他找我说清楚。就算他真的要跟我离婚，反而我可能放得下。既然你这么烦恼，为什么你不主动去找他呢？国光，你跟悠悠早晚都见面，有没有发觉有可疑人去找他？没有，你怎么会这么问？我怀疑悠悠在外面有第二个男人。你不会吧？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你有所不知，那天早上我去向他道歉，在他家的茶几上面我看见有两个酒杯。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酒杯呢？这也不代表什么，也许之前他有朋友来找过他。什么朋友啊？男朋友是吧？可惜那天早上我找遍了整个房子都找不到那个男人。如果让我找到那个男人呢？你会怎么样？跟他拼哦，我还要他死无全尸，撬我的墙角。你不要这么冲动啊。国光，你是我好朋友，这次我全靠你了。你跟悠悠那么熟，他又那么信你，他对你一定没有戒心。帮我把那个男人找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打他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有什么事找我吧？不是，我有事跟国光谈吗？不过也对，我和你之间什么都说清楚了，应该没什么好说了。那我走了，国光。国光 ，AK 找你什么事啊？他怀疑你有第二个男朋友，叫我帮他查查。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不管我跟谁在一起，都不关他事了。悠悠，其实 AK 对你很好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一时酒后糊涂。总之，全都怪我自己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我很清楚我自己喜欢什么，我和 AK 的性格根本就不合。但是你就不同了，你是一个又有责任感又懂得照顾人的男人。
跟你在一起，我很开心，又有安全感。悠悠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我很清楚我自己真的喜欢你，我才会跟你。也许对你来说只不过是酒后糊涂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不用你负责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会负责任的，我真的会。可惜在你心中就只有高官一个人，不管怎么样我都比不上他，我没有他那么有本事，也没他那么棒。你不要这么说，其实你很温柔体贴，对人又细心，这些西敏也比不上你。真的？你真的这么想的？啊，对了，那份分居书你签给高官没有？没有。有时候感情的事情拖拖拉拉未必是件好事，如果你真的决定怎么做，就应该洒脱一点。你认为我应该尽快签给他？嗯，你想想啊，你一直不签，高官他会怎么想你在法庭上说的话？这不是让他更怀疑？不如爽快点把事情解决了，这么做对他和你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喂，西米。先生，请问喝点什么？咖啡，谢谢。好的。我今天想问清楚一件事。那天在法庭，你是不是为了帮我，所以才说那些话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。我一定要知道事实。这段时间我真的很痛苦，你知不知道？西米，你给我一个清楚的答案。应该的。我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们也很难在一起。这份分居书我签好了，我想整件事应该够清楚了。在香港有很多家庭主妇会在家帮左邻右舍带孩子来赚取收入，不过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，根据幼儿中心条例，任何人士不可经营或管理未经注册幼儿中心，否则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及监禁2年。而根据该条例，任何地方接受托管5个以上、年龄在6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均被视为幼儿中心。所以帮人带孩子的太太注意了，你本人6岁以下的子女，加上帮人带的小朋友，千万别多过5个。